的经济压力，使得整个社会都变得十分焦虑。在外界社会要求与自身独特需求之间，每个社会群体应该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，尊重内心的声音，对现状不妥协，对独特生活持有向往，勇于探索新的生活方式。 NOMI 诞生的灵感正来源于此。 NOMI 由 NO 和 ME 两个单词组合而成， NO 代表不跟随主流， ME 代表自我，希望传递出告别过去、探索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主张。研发中心设立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，由瑞典独立设计师及合作设计师组成。NOMI 旨在用简约北欧设计，创造出具有设计灵感与实用功能的作品，改变大众的日常生活。NOMI 有自己独特的设计原则，即执着于消费者，始终坚持创新，建立情感连结，极度务实求真。NOMI 把对生活的态度融入产品之中，用设计探索人性的需求，让回归生活本质的产品渗透到生活中每个不经意的细节。同时 NOMI 设计师在生活中发现美，注入作品之中，产品又反过来为生活带来了新的美，如此循环永续，便是 NOMI 设计、探索和生活四者之间的真正关系。NOMI 以家居用品为主要经营品类，同时也经营服装、数码、美妆、食品、鞋子、箱包等，涵盖日常生活领域，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实用产品和生活灵感，希望通过精良的材料、美好的设计、合理的价格，用温暖的产品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，使之变得更美好。从2017年创立至今， NOMI 作为一个年轻的北欧独立设计师品牌，一直稳步向前，并在2018年4月和5月完成了 A 轮和 A 加轮两轮融资，融资金额达到4.1亿元人民币，获得了全球一线风投的一致认可。现在 NOMI 已经成为集研发、设计、供应和销售于一体的品牌，拥有可覆盖全国市场的优质渠道资源，门店覆盖了国内各大城市的主流购物中心，并启动海外扩张计划，包括伦敦、香港、澳门、新加坡在内的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NOMI 用设计挖掘生活的不同，让人们感受美的温度，思考自我存在价值，探索新生活。